后下一个房间就是第一夫人的房间 ，Nancy， 南希啊，就是她的姨，她貌似曾经也是个演员啊。仿佛看到他们夫妻俩就看到了美国的好生活，在那个年代给大家打入了强心针啊。这是他的装备啊，第一夫人的装备啊。琥珀项链，青青石，项链，琴盘，里根夫人的油画，她是一个极富活力的女性。家里给她布置的。英国女王。这就是第一夫人几套标志性的服装。我是丽华的老白，关注我，带你云游美国。No, and just say no, because her just say no. Right, but I didn't know there was a boarding.